一夜精彩台湾史，众人回味说书剧。说书就是咱台湾人的广告，咱做伙来听广告，搁兼顾健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老师，欢迎收看《说书台湾》。今仔日咱的主题是要讲台湾菜。板豆菜。首先，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玉秀同学。谢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勇哥同学，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勇哥。咱这几集要来讲，咱台湾人真侪人的共同的记忆哦，共同的回忆啦吼。就是讲真侪人伫细汉的时阵吼，应该拢捌食过叫做板豆，板豆菜。啊，这个板豆菜对于咱台湾人来讲是一个，一旦讲是一个记忆，啊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内容啦。这个活动对台湾人来讲是真要紧，因为足济代志都是伫咧宴席顶端完成。那宴席，你要甲讲你是食一顿饭，嘛是会使安尼讲；你咧甲讲你参加一场嘉年华会，嘛是会使安尼讲。你甲解说讲你含足济亲戚朋友几啊年无见面。有这个宴席，大家做伙坐落来，搁安尼敢那久别重逢，嘛是一种，包括同乡会啦、结婚啦、订婚啦，有好代志啦、升官啦，是哦啊生囡仔啦，哦有新的囡仔出世哦，也是讲甲老大人过往，这个过程当中，板道拢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角色啦吼、哦，就是讲伊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讲是咱好歹事，有记忆的代志，你拢会有这个宴席。嗯，啊，过来就要讲宴席，当然是要食饭嘛。啊，食饭你都爱顶悬爱有菜啊。哦，板豆菜，板豆菜嘛。啊，板豆实在讲是有几个条件啦。嗯，咱今仔日慢慢啊来甲这个板豆，包括伊的菜啊，包括伊有啥物仪式，哦，伊有啥物意义啊，就这个节目。咱来和两位同学哈探讨啦，因为大家拢做有经验的嘛，哦、所以讲勇哥可能我讲到这，你就想着讲哦，你细汉无唔对，有啥物一寡记忆嘛？哎、我请教勇哥哈，是，你细汉记忆上什么？你讲一项菜就好，你对一项菜你上印象上炸黄炸鳗鱼，芝麻啦，欸、啊为什么？叫起见着？唔是，个大地哦。个胖，诶，个胖，个会使打包，个会使打包。哦，小时候嘛，小时候鳗鱼嘛，吼，我安尼算高级呢，鳗鱼较早算高级菜呢。啊，玉秀呢？玉秀，你对食多的菜一项就好，讲一项菜。炸肋排，猪肋排。炸猪肋排哦，对，我坦白讲，我食的板豆菜，我唔捌食过猪肋排呢。哦，是啊。系啊，我不同地方的可能吧。哦，啊我吼，我个人呐，我印象上深是丸啊。你南埔，你南埔那食倒来，对丸啊来，囡仔上欢喜啊。是。囡仔拢食饱，伊丸啊一鼎丸啊来，对丸啊汤啦。啊，就用迄个滴，把迄丸啊签签签一签。是。啊，囡仔夜里就出，就离开迄个板道的现场嘛，当去耍啊嘛。啊，有足济小朋友伫迄个食板道的时阵。拢会含你做伙活动，啊，你就熟悉一挂新朋友，是，人拢摕一签丸啊，哦，啊，大人就好，丸啊摕来讲，今仔日咱来食丸啊啦，哦，食丸啊就要散场啊，哦，有这个意思，南部啦吼，我是咱家迄个台湾南部人嘛，啊，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办到这个活动，但是食的菜，我感觉是不尽相同啦，对，有的是因为你的地方有出产这个物件，变作是一个恁遐足重要的板豆菜的内容之一哦，所以这咱慢慢啊，再过来讲这个菜有几啊种菜嘛，板豆嘛吼，啊板豆是安尼嘛吼，咱第二届世界大战以后，进前是拢较高尚的是食日本菜啦，日本人统治的时阵食日本菜。啊，清朝的时阵食啥物菜，迄时也是不可考啦。是，但是迄阵就开始咧食台湾菜啊。是，啊，台湾菜的食材，迄东西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你鱼捞的技术嘛，无介强嘛。你冷冻嘛，无啥物冷冻嘛。啊，你哩无电、无捕捞技术的时阵，大体上是拢较好的，拢食啥？食动物性的脂肪啦。是，猪肉啦，
哦，啊，牛肉台湾人迄阵无食嘛，嗯，台湾人是无食牛肉的，较侪人较无食，清朝是无食，哦，清朝迄阵应该是拢无食啦，一个传统的观念。啊，日本人来开始有食，哦，日本人是有食牛肉的嘛。日本人以前讲过嘛，是对外国移入的时阵，明治天皇开始吃。日本人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才有开始吃动物的肉。嗯、但是虾因是有吃啦。哦。啊，动物的肉是甲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吃，所以日本人进前细汉，蛋白质无够。嗯。啊，那即马来讲，你无吃肉，要用什么方式来补充？吃沙棘果油啊。沙棘果油，沙棘果油，对，嫌小朋友要长高啊，因为它营养价值太高了，它整颗都是营养，四百多种啊、嗯，那吃那个就是补充各种营养，所以会建议吃沙棘果。建议。嗯、所以你若讲台湾的这个板豆菜的演化哈，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哈，你若清朝的时阵，食一定是福建来的，是，所以一定是福建菜为主啦。福建人多嘛吼，漳州、泉州啊，有海口吼，啊海鲜啊，啊肉啦、啊、料理都一拢袂歹啊。啊料理的方式就是福建式，是，这应该是无疑问啦。嗯，哦，啊过来就是等日本人来台湾了，日本人将伊的饮食习惯咧带入来嘛。是，因为当权派拢是日本人嘛，你较高级的料理，伊来啊日本人将日本人引进来台湾了，有一个问题。咱遮无啥物鱼鲜汤可以做因遐食物啦，因为来个较热带所在，咧食物件食材，嗯，都无共啊嘛。对。啊，所以因会引进一寡啥，引进一寡西洋式的食物件入来。所以迄当时应该有两种物件做伙伫台湾啦，就是第一项是清朝留落来的福建的即个料理，嗯。第二项就是日本人带入来的餐饮。啊。算讲中西开始合璧啊。中日西。嗯、中日西啦哈，嗯，啊，过来日本人了呢，哇，国民政府来台湾了，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国民政府来台湾嘛，各省份哦，就这样嘛，山东有山东人的料理嘛，对，啊，北方有北方菜嘛，哦，这哦、啊，上海有上海菜嘛，嗯，啊，个四川有四川菜嘛，没错，湖南有湖南菜嘛，嗯、你讲中国有八大菜系，几乎拢在台湾集合啦，嗯，所以咱若咧旅行去到外国吼，你去中国来讲，你我捌去过蒙古。哦、我对头到尾安尼拢食啊，第一羹、第二羹拢食羊肉，哦，感觉足好食。嗯，食到第五羹，你讲哎奇怪，啊，敢无白种肉汤好食？嗯，有啦，但是歹食，因还是上好做的就是羊肉。是啊，所以人咧讲台湾是宝岛，有影咧。你全中国安尼较大个所在，所有有特色个菜，你伫台湾你拢食会到。对，是。啊，如果慢慢那个演变到即马咧吼，有影台湾人真有啦，食福啦。是。对。哦，啊，所以讲板岛个菜呢。时间的改变，伊的菜色也会改变。嗯，啊，因为有一挂是迄、那个咱较早无咧食，用佫发展出来有啥物眷村菜，是，还嘛是一种菜色啊。是，哦，啊，眷村菜很特殊，眷村菜嘛足特殊的啊。你讲台湾迄阵眷村菜安那发展起來，啊，就是国民政府带的几啊十万的人来嘛，啊、大部分拢做阿兵哥嘛。是，啊，迄阵台湾的眷村就开始咧去做一个眷村嘛。对。所以眷村当中有886个眷村呐、啊。哦。886，非常多，886个，还有通从南到北，几乎都是眷村。啊，即马拢差不多改建了嘛。啊，改建进程就是遐一挂阿兵哥对国民政府来台湾的阿兵哥，因为怀念故乡的菜，因为开始在聚落，啊聚落开始在传承嘛。是。啊，咱食咱台湾菜惯习了，去食到因的外省菜，你会感觉讲，哇、哦，我原来菜原来会当安尼煮，是，迄就变作一种。饮食文化的交流啦、嗯啊，交流起来的结果就是像现在台湾那样，我、哦、什么你拢吃得到，搁有啥物麻辣鸭血，较早我细汉时妈妈食过这种物件，是，较早有迄个猪血汤啊，嗯，啊就无迄个麻辣鸭血嘛，因为台湾的算讲调味方面哈，咱对以前到今嘛，因为为什么呢？原来他们都是从大陆眷村菜啊、哦，对台流来的嘛。嗯，啊，那个味道弄足重诶。嗯，哦，多油、多盐、多糖，哦，类似这样子重。糖靠盐、嗯。啊，可是台湾他们第一代当然吃的原味都是家乡的，可是后来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到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味道都已经稍微变化了，嗯、就比较清淡一点。啊，回过头来讲哦。板道的重要性就是讲，不管对一个年代，包括清朝也好，包括这个日本人占领台湾也好，包括国民政府来也好，
板的这项形式，从来没有被忽略过了。是，就是讲你台湾人板的变作是一种，不管你什么人来，我就是拢用板的来表示咱台湾人的足重要，这个叫啥？餐饮的文化是。哦啊，至于板的当时要办讲庙会买当办啊，你拢台湾几啊千间庙来讲，一间庙那一年办两届，哦，你就足济啊，足丰富个呢。啊，每一个庙咧办嘛有办寿喜的，啊，嘛有人办婚事，啊，嘛有人较澎湃办大范围的这个。啊，所以讲无时无时无地，基本上你拢会看到板道这两字。啊，板道的条件就是啥物呢？板道无伫餐厅办呢。板道你讲较早就是讲农民社会，大家土地宽嘛，是厝大嘛。对。啊，就当埕内底遐一口灶，对，啊，摆桌啊，椅啊，摆摆咧。啊，本来是主家的人啦，就主家，要讲啊，我今年丰收嘛，我今年种的稻啊，生了比别人较好。我为着要表达亲戚朋友的斗三工，斗三工啥？哦，大家可能来倒挂稻啊啦，啊，大家可能来做农事嘛，吼，大家互相帮忙嘛。啊，我就修行好，我就请大家来吃一顿啊。吃青草啦，青草啦，对，吃青草嘛，啊，有人讲吃老人嘛，吃老人是拜拜，吃青草就是无时不至拢会使吃啦，是，新官嘛会使吃，对，啊，娶太太、娶某嘛会使吃，是，但是离婚可能无人咧，这点，人日本有呢，哦，恭喜啦，恭喜讲恢复单身嘛，哦，我讲就无说不止拢会使，啊，台湾是用板豆，啊，板豆有一个和日本人较无同，你看日本人咧食饭吼，日本人可能较无朋友，拢刷刷锅是一个人，一个人分咧，啊，台湾你来咧食板豆，拢啊圆豆只要圆圆嘛，对，哦，拢是迄个圆桌菜嘛，拢超十个啦，啊，八个人买菜开桌啦，啊，十二个是较紧绷啦，较客啊，啊，有当时啊，你若讲结婚咧啊。贺客伤济，啊！你桌板无够诶，十三个嘛是爱钱，嘛是闹热啊。啊，但是真钱就麻烦呢，伊名声较大，只拢十人分尔呢。一般拢会先算过啦。哦，啊来就先爱啊。对。哦，啊，搁未完结。先爱先赢啊。啊，先爱先赢。啊，搁未完结吼。你在办喜宴，有两样菜不能入。哦，哪两样？入桌吗？你猜猜。我猜一猜啊。两样菜不能够。对，两样东西不能入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汉威中医诊所的中医师杜彦景，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的沙棘果油。沙棘它是一种金黄色的浆果，主要生长在欧亚、西伯利亚、中国和西藏等地，它可以忍受零下60度到50度的高温，甚至可以在土壤贫瘠的地方生长。那这么严苛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沙棘的高营养价值，它富含428种营养成分，是世界上含有最多种类天然维生素的植物。果实非常的酸涩，营养价值丰富，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可以促进我们黏膜的健康，保养我们的眼睛、鼻子、口腔、胃肠。如果你常常觉得在暗处看不太清楚，或夜间开车时视力不佳，维生素 A 还可以帮助在暗处的视觉。如果您是需要晚上开车或熬夜加班的朋友，可以考虑多多补充。此外，沙棘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所有蔬果中最高的，每100公克就有80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形成，帮助铁的吸收，更重要的是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另外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可以帮助减少自由基，达到抗氧化的效果。现在的人们常常外食，很难控制吃进去的油，那维生素 E 可以减少我们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增进我们血球的健康。常见的沙棘油可以由果实和种子中萃取。沙棘果油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棕榈油酸 Omega 7的含量是所有植物油当中最高的。Omega 7是人体制造肌肤、头发和指甲的主要元素，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调整体质，更有抚平肌肤、减少细纹，可以帮助我们呈现水嫩的肌肤。另外，沙棘中的另一个主要成分是沙棘黄酮，它
它及其他的活性物质具有调整血压、软化血管、改善血循环等作用，对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防治和缓解，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大脑的供血跟供氧量。从维生素 E 到沙棘黄酮，可见沙棘的有效成分具有清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从而提高免疫功能，对于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人体衰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沙棘富含的多种生物营养成分对于我们护理皮肤、防皱、抗衰老也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有人做出沙棘萃取物或是沙棘果油来做成外用的产品。在伤口上，沙棘油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可以良好的帮助化腐生肌，对口腔溃疡、胃溃疡的治疗作用都非常的显著。它也可以运用在各种创伤外敷上，如烧烫伤、刀伤、褥疮、子宫颈糜烂、子宫颈炎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治疗作用。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沙棘果油的功效，它可以保护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特性，可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疾病，还具有抗氧化的特性，可以抗发炎，用于治疗烧伤、冻疮、褥疮及难以愈合的伤口，也可以减少寒冷季节眼球泪膜渗透压，有助于改善干眼症。那它也可以预防我们的肝病。沙棘果油适合的族群跟注意事项，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针对营养不均衡的外食族，皮肤容易干痒或容易有粉刺，眼睛容易干涩疲劳的 3C 重度使用者都可以考虑补充。对于高血脂、胃溃疡或干眼症等疾病的患者或高危险群，如果想要尝试沙棘果油的话，请先跟您的医师或药师讨论是否会与药物有交互作用。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沙棘油可能有抗凝血的作用，凝血功能异常或需要进行手术者需要避免服用。服用抗凝血效果的药物或食品都不可以一起服用哦。从上述沙棘的有效成分和药理效应来说，沙棘可说是全身都是宝。在一种植物中具有这么多对人体有益的有效成分，至今在自然界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让我们一起认识沙棘，研究沙棘，重用沙棘，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多一份保障。我是中医师杜彦景，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不能够上菜，乌龟？乌龟吗？不是，不是鳖吗？不是，一个鸭。哦，鸭哦。嗯，然后一个豆芽菜。哦，为什么？鸭不能给它阿罗的啊。喜宴吗？鸭、哦、对喜宴。哎、欸、啊，但是按呢来讲、啊，应该你若讲。桂宁的宴席是当做后爱加按鸭肉底哦，我看到是拢、哦，嘿是鸭鸭吓，对，然后豆芽菜不行是倒菜底，倒菜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好的底的意思。哦，倒菜底不好了哈。对，所以、欸、这两个菜绝对不会在喜宴拌但是倒菜跟鸭拢较好吃呢，就是不，啊、对豆芽菜买个那个平反一下，哦，看有啥物机会。玉秀同学給他平缓一下，豆芽菜嘛是，豆芽菜好吃啊。豆芽菜应该是来讲起来就讲较俗啦，对，啊，你要请人去较无下下体面啦。我们刘老师讲的啦，以前对于豆芽菜用豆子呢，啊，这个面试啦哈，没有什么价值的人去吃。啊，板豆是吼，我来讲板豆是一个仪式。是，啊，你较早你甲看，较早台湾的选举风气较无像今麦吃好的时阵。选举爱办桌无？对，要。有的是吃免钱的，啊，结果给你500块。对对对。啊，有的是去爱捐钱的，叫做募款参会。啊，你要参加对几种？当然是去拿红包啦。吃免钱的。对啊。但是我甘愿去讲乌西啦，去讲进贡啦。啊，反正你若定吼，你无定1000个变做10万啦。这无怪你会做头家。对啊。无啦，我是讲，讲到咱有咧。有捌开过一个节目咧讲迄个朝贡贸易嘛，啊，我就把它延伸过来讲，那假借我是可能会投资啦，啊投资了你有名单嘛，啊你一定有人带你去的嘛，啊带你去迄个人可能甲主办的人有关系嘛，啊这个大家有期待啦，没错，啊应该是嘛去甲你进贡啦，啊进贡了以后。到时候他中的话，大家还有一点。哎，跟我另眼相看嘛，啊，拢是安尼嘛，人拢是希望有好的回报嘛。是。你刚刚去庙拜拜，赶快呐。是。
祈祷嘛，期待啦，啊，都甲你烧香，啊，有烧香，有保佑嘛，吼，有拜有保庇，哎呀，有拜有保庇，啊，食到会当延伸到这种社会的这个活动，我感觉嘛真趣味啦，嗯，啊，较早是民以食为天啦，哈，啊，用一个理由哈，大家要怎麼聚集社会啦，你讲婚丧喜庆这款的，啊，庙会啊，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嘛，大家找一个时间来回来啊，聚一聚啊。是很盛大的事情，在以前呐，啊，相对的现在可能说，你别讲叫人等去假假下面拜拜啊，我啊每天都在吃，对啊，吃的都比较好了，嗯，那动力就比较少了啦。对啊，较早人讲吼，逐天咧过年就是想讲咱即卖想，哎呀，即卖人是安尼吼，惊食伤好，对，逐天少你也烦恼。讲到这，你讲豆芽菜，以前讲未使放伫迄个喜宴的桌子。你现在以前的人都想说菜这种东西上俗的呀，歹看，无面子啊，来提菜出来啊，对不？弄嘛鸡啊、鱼肉那种没有鸭啦哈，就是都是肉类的比较多啊，什么山珍海味这种的，就表示你有心啊。对，你摆菜，可是现在反啦，哦，这什么菜？这什么菜？大家反而喜欢吃那种。诶，讲到这，我又想到一项农作物，又旱季啦。对旱季啊，旱季较早是讲吼，厝里无钱，对啊，食旱季签，对啊，你无得食规角的，啊，该串签串串，安尼，互你，互你食旱季签饭，吼，啊，饭用差不多三五粒啊，啊，该煮一碗暗糜，是，放旱季互你食，啊，所以有较早有咧演一挂戏，讲啊，厝里做散车，所以拢食旱季，对，但是即摆旱季是有钱人咧食，就贵的啊，养生餐，对啊，常常嘛开车去找那个旱季，以前那种车子有没有可以？烤番薯的，现在都好贵哦。哦，烤番薯有啊，现在那个一挂便利商店内底冇咧卖烤番薯啊。可是那个没有那个，冇那个气味啦，那个土红。对对对对对。土窑啦，吼，比较少了，现在街上看到很少。啊，板豆是你对板，冇人伫餐厅板豆的吼，一东西啦吼，一东西弄你对操场。是。哦，你那较大场的是操场。是。啊，那较细场的排队排路边，办一套完整的这个板豆菜，差不多要十二项到十六项菜啊。哎呦！啊，这所有的代志，包括刀啊、椅啊、盘啊、筷子，拢爱由一个人去掌握，是叫做中破筛啦。啊，所以中破筛干了一个啊，但是因为伊你若办较侪刀的时候，中破筛伊嘛忙不过来嘛，对，伊一定爱请帮手啦。嗯、啊，帮手内底可能有副厨师啦，吼、嗯，啊，中破筛就人咧讲，生意有人咧讲的主厨啦，主厨，三星级米其林的主厨。啊，有一挂帮手爱人个帮忙，啊，有一挂较无技术性的，就爱叫一挂人来个切菜啦、洗菜啦、洗盘啊。是，这种的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啊，叫做水卡啊。水卡有啊，水卡有听对。哦，我听过嘛吼。哦，这水卡，哎、欸，我这嘛真特殊嘞吼。水卡这个，佮有一个组织啊，佮有一个迄个正式的这个专业的名称。真的弄起来都。井井有序的这样子，很厉害。哎呀，有一挂迄个板道的禁忌跟规定啦，吼，要去遵守。是，还有座位哪里是上位？哦，这个很重要。哦，迄真正看到真正。美甲的。好美甲，哎美哎哎美甲拢上规定诶。啊，都约定成熟吧。老祖先。对，大家觉得哎，某一次看到某某乡里面的员外啊，或者是长官啊，或者是宫廷里面的谁，哎、欸，坐在那个位置，大家都请他坐那个位置，然后旁边怎么坐怎么的，哎、欸，这个位置感觉是很不错的，那大家就约定成熟吧。哦，也许有一些制式的，这个要去查一下吧。所以讲板的外感觉就是讲这项代志是有意义，是啊，吃东西的过程哈，好你吃快乐，所以你也看会当延续这么久来，拢一样的类似一样的形态的。对，咧办嘛，所以即马大宴小酌就是安尼啊。啊，但是疫情来，有当时啊，即个活动变少，变作一挂餐厅啊，一挂板道，伊就无法度维系。对。啊，但是我伫中南部吼，食板道了，我阁有一个印象，足深的，就是吼，板道是干那食饭嘛。啊，咱台湾人我呢，较有创意啦。够一挂电子花车演，哦，有来表演啦。对对对。后来就会有一些比较养眼的节目跑出来。我真的哦，哎有，勇哥，你敢捌看过？有看过啦，
路过了安尼啦，路过不小心瞄到了。哎、啊，我是有参加过，哈，我参加过，我不是去跳迄个啦，我是啊，但是吼，我迄阵坐离迄个喇叭伤近，我耳看敢那要臭耳啦。哦，真的，我迄声有声光效果啦吼。嗯哦，啊，搁有安尼，互你感觉讲食欲的开胃菜安尼来一个安尼吼。台湾其实在这一块哈、嗯，不管婚丧喜庆，你说的电子花车这种，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全世界除了日本跟台湾，应该是学到非常好。一台车这样子过来，啊、它电动的哦、喔，一变就变一个舞台哦、喔，像变形金刚这样，钢管都出来、喔、啊。哦，哎，真正看个呢，这尼啊厉害。所以讲，食到的是食到尾，有人期待是要看迄个表演的。有一些人啊，有的人啊，有的人是讲安尼，比如讲，假设打个比方讲，啊，勇哥你要结婚后，我送你两台电子花车，水哦，啊，你看人形容的讲水，你看嘛。太晚认识老师了、啊，太晚认识了，没啦，你个卖公公娶一改，恁囝若要结婚，我送两台花车啦，来给你到老的一个安尼啦，请客请客，哦，和迄个新郎新娘的家庭，我来当个娱乐一个啦，哈。啊，古早是安尼吼，较早是台湾咧办桌吼，有法度去请遐厨师、总婆来办的，应该是拢家境较好个啦。是，哦，家境较好。啊，你若讲一般的农民，拢家己办。对。啊，你甲我讲，哎、欸、啊，因到尾对穿迄个一两百分的、這個，即个也是讲几十分的，即个碗盘啊啦、碟啦、餐具啦，迄拢嘛厝边摕来啊。爱甲厝边。哎、欸，你今仔我遮吼来，啊，恁到有几分你拢摕过来，啊，所以桌仔顶你甲看。我盘啊，拢无共摆住诶，是拢爱写名，拢爱写名，哎，啊无毋知向因兜诶啦。因为做记号，宴席上散了以后吼，拢爱提等于，哎，这是我诶，这是我诶，爱打，爱打嘛吼。啊个，主要咱是来讲台湾人家善良啦，对拜祖先嘛是爱办桌，哦，啊拜拜了，我办一桌啊啊亲戚啦，还是讲朋友，还是讲含这个祖先有关系人，是啊，请来邀请来，大概做一个，对，嘛是一个。社会联谊活动啦，宗亲那种就是宗亲啦，对。所以清朝迄阵咧管台湾的时候，伊发觉台湾人讲，我厝里闹喜事啦，还是讲有啥物咧，哦，一定较足澎湃，办较足青草，食到安尼，大家足欢喜的啦。是。啊，你知影食菜以外，还佫一项，还佫酒。对，无酒不欢嘛。是是是。你讲食菜，敢那可能囡仔无啉嘛，啊，以前较早南部咧食。桌吼，板桌一定爱有两项酒嘛。对对对，一项是秘鲁，一项是绍兴呐。对对，绍兴酒我有看过，对。你有看过？我有看过。嗯。啊，勇哥，恁遐敢啉绍兴噶？我啉老酒。老酒嘛。高粱。高粱哦，恁较高级哦。嗯。哦，哎，有当时看迄秘鲁，我那啉到规头卡拢干啊！啊，讲实在，迄个影像，和我的感觉来讲吼，很热闹。嗯。啊，代表讲。这个这场的宴会呐，办愈大场，办桌呐，办愈侪，就代表主人家面子、面子，啊，佮伊的社会的连结，对，无唔对，有够啦。对啊，可以找那么多地方有够啦，啊，所以愈大场愈侪人要去嘛。嗯，是。啊，佮有诶较好个，较早是咧，伫对办桌呢，伫因兜家己的花园啦。哦。你想想，办迄个雾峰林家，是。因办桌免去外口人借操场啊，伊家己都有，伊家己一个大花厅好个咧。啊，个锅碗瓢盆拢家己个，拢免共借，啊，免办桌师傅，师傅就是不管是拢伫因家咧煮饭互因食。哇，遮好个啊呢！对，而且还有个戏台诶。一个有一个，一个大花厅，有一个湖州戏台，是台湾呢唯一的一个湖州戏台，做甲真水啦。嗯。爱在戏台顶悬去甲做一蕊大蕊诶牡丹花，哦，做花开富贵。嗯。啊，因有迄呢，伊迄个所在个叫做大花厅啦。哇。有个有机会去看袂歹。听说那个戏台还可以因为竹树了嘛，如果爆竹它可以拆掉，马上立马拆掉，然后隔天再合回来。哦，它是有设计过的。那么厉害。嗯。较早要做迄，但是讲实在，迄个原来的那个戏台拢毁掉啊。哦。这是因为九二一大地震。哦。因为正央都啊，离雾峰的隔壁或者集集，嗯，集集嘛。对。离中寮乡遐啦。是是是。那规个。伊个建筑物弄毁掉，那边很严重。对，还是袂啊呢？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佮慢慢啊砌起来。哦。啊，板桌呢，啥物时上流行呢？佮1970年的台湾啦，佮1980年。59年。对，迄当时啥那上好呢？因为大家拢赚到钱。嗯。台湾开始
离开纯农业社会，开始去做贸易、轻工业、甲外销。嗯，迄阵台湾赚足侪钱的啦。是。啊，迄当时贸易去甲对，一定沙特阿拉伯、中东、美国，干那这两个要甲你买物件，你就差不多生意就没错，做未了啊。啊，讲到半岛，咱一定爱讲一个所在，叫高雄的内门区啦。对。啊，迄当时个即甲目前为止哦，甲2005年啦吼。一个有差不多150个中埔西段，一个所在，150个迄惊人嘞。系啊，哦，伊人口无介济呢，啊，就等于5户就有1户靠半岛咧做职业啦，差不多做职业嘛。哦，啊，有名一个叫做汤迪卡啦，汤猪脚啦，伊外号叫汤猪脚啦。啊，即个伊就收足侪土地，啊，开枝散叶啊，啊，将即个文化。你若讲伊是一个文化，我感觉是吼，继续保留下来了。啊，板凳等于讲你会当，其实你会当凝聚一寡社群意识啦。是是是。哦，像那选举的人要去，因为同质性的人拢伫遐嘛。对对对。哦，啊，伊遐伊精准的行销啊。没错。伊去的人拢会遐选伊一票啊，所以伊去也是 OK 啦。是是是。啊，有的是变作是一种炫耀，哦，啊个展示于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的这个表现嘛。对。欧洲人有一个国家的人嘛，真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就很注重迄个家庭的聚餐呐、啊，没错啊。意大利人其实咧食物件，甲咱有点仔接近。哦，很像。伊啥物物件拢食，鹌鹑、啥物内脏，大行无少不计食，伊大行拢会使食。啊，伊甲大行拢有法度甲做甲变作足好食。是。啊，伊调味方式较无同啦，伊是用橄榄油。是。地中海气候啦，吼。生产那边生产。啊，所以讲食板豆就是讲，你包括外国嘛，同款呐。啊，外国就是讲以血缘跟地缘哦，宗教为核心呐、啊。没错。比如讲你有讲宗教啊，比如讲大家拢信耶稣啊，无大家拢信妈祖的。嗯。啊，妈祖生哦，妈祖生大家拢来，大家拢信道嘛。对对对对。啊，是讲有血缘的，讲啊，勇哥，比如讲恁故乡遐，啊，平平姓林的，是，拢是宗亲。是。啊，宗族啊，大家做伙食一桌啊饭，迄嘛是一种啊。对。啊，有地缘的，比如讲啊，中青会，是是是，啊，是讲你是啥物？较早台湾国民政府来以后，有啥物？河南中青会啦，山东中青会，啊，大家地缘有关系，啊，大家来做伙食饭，所以慢慢啊，安尼一窟一窟来讲，也是维系这个社会运作和谐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啦。对，你食饭的时阵，大家咧讲话较轻松啊，是是，啊，好聊的时阵，大家都嘛讲好话啦，对对，啊，袂安尼。食饭袂使生气嘛，是是，人讲食饭皇帝大啊，啊你社会网络的建立呢，其实宴会为特殊的力量啊，所以讲你即马工商很发达的社会，包括台湾同款啊，你每一个协会嘛有一个什么年终庆，是，啊是讲什么人会长的迎新，没错，送旧，对。拢有一些仪式感的维系这个人际网络、啊，仪式感很重要，仪式感很重要了。仪式感是引导人类走入很多不同思维的一个情境，对哦，我是亲哦，哎、因为仪式感嘛，爱有仪式感，你泡茶、泡咖啡，对哦，饮酒，你若讲凊彩饮都无尴尬嘛，较无迄款的 feel 嘛。可是仪式感，你讲办一个桌，哦，整个氛围都不一样，对。对所以仪式感爱什么呢？除了有这个活动本身以外，还有啥？还有石头啊，啊，对，还有一挂迄个礼器啦。是是。你讲较早，你若推演到作在迄个中国嘛好啊，伊爱拜拜，皇帝爱拜，啥物爱拜，伊就去拜，互人民看，讲我是天子嘛。啊，用啥物拜礼器？那个仪式。没错。啊，板凳，你若甲当作是咱一般平民百姓的。仪式的东西，迄个，其实它是很贴切的。没错。哦，伊互你安尼底下，大家会当较属于人啦，较有人味啦。啊，天子迄是咧拜，互人民看，迄种较虚啦。嗯。啊，咱就对无，食鱼食肉，迄咱的代志嘛。对。啊，当然来讲，食物件就讲，你像庙咧做酒，伊嘛是爱食。对啊。有当时啊，60年、几十年，较做一届酒的。对。哦，还是1-2十年，较做一届酒的。无同款啦，有诶3年，有诶5年，有诶10年，有诶50年、20-30年，有足济个啦。对啦。啊，你若咧敲代志嘛，爱食呢，爱办一桌，但是有当时啊，较有冲突啦。对。啊，围绕你讲阿兵哥交代互你一个任务，你完成。啊，长官讲来，我办一桌，多请大家啊。嗯。哦，大家辛苦啊。你毕业了也要谢师宴呐，对不？会不会？对不？啊，所以讲日本人时代其实即个板道，日本人也接受哦。所
所以迄当时日本人若要食台湾味的，伊会去一个所在叫江山楼去食饭啦。哦，酒家。迄酒家对，迄酒家毋是干那食饭尔啦。哦，安尼。不过来会讲到酒家菜，我期待，期待啦吼。迄讲到这个江山楼，伊是安那去经营这个江山楼，伊个名嘛好了袂歹呢。对对。哦，啊，顶一日啊，有一个朋友要招我讲，哎，咱是不是来看有人要到处餐厅来号一个名，要号什么名？我讲啊，无你甲号做江山再见呐，在线呐吼。刷几个讲江山再见，江山再见，那就不用玩了。执政者听到拢会遐卡手把皮皮出来，他免他再见，那就等咧亡命，免他再见。啊，所以讲你农村社会来讲是拢家己住啦。啊，你那阵有钱人，你头先讲过嘛，你讲从医生台湾较早医生，甚至伊家己拢嘛，家己有请一个中埔西领导咧煮饭给因食呀。是是。所以讲，什么代志其实拢做会到啦。啊，看你要开偌济代价啦。啊，但是呢，农村是较有通的，就讲、是、我主人家咧用，你亲戚朋友总动员啊，你拢会来斗三工啊。啊，有诶甚至讲，哎、欸，阮兜拄啊好饲一水鸡，即个鸡送你，即个鸡我供应。啊，有诶讲诶菜来帮阮兜诶菜头，哦，啊，一人出一项嘛，啊，甲你赞助嘛，你会感觉讲真温馨。是是是。啊，这个社会了，因为有即个活动起来，你较会和谐嘛。啊，含即卖较无共啊，即卖卖讲厝边兜摕鸡啊，互你啦。我问一个问题就好，玉秀，恁家敢捌摕到人厝边隔壁送恁鸡？无。人较早拢赶一只鸡咧送人。是是是，以前的广告啊，摕咧。哦，对对，我有看过。两只鸡上公车被别人挡下来。迄个卖啥物嘢？你敢会记？卖保利达 B 的。卖保利达 B 的广告。哦。我们上太老了。卖上迄种台汽客运的。是是是。啊，拿手拿鸡不能上车，他就说你以后送礼不要送鸡。你去买保利达 P， 它的功能跟鸡是一样的，强身补血。哦，啊，所以时代在改，时代在改变啊，哎，嘛是在改变啊。啊，所以台湾的记录来咧，讲有的人咧办桌是安尼办，因为伊要请的人去太济咧，伊干脆他办什么？他说流水席。是，所以你咧听下流水席，大体上拢是办桌啦。对。你若讲去餐厅无迄个流水席，餐厅到高点部大家拢在看表啊，啊，服务员一直来你的桌啊，你切桌啊。啊，甲你看下看下咧，啊，你以为讲伊是要甲你提消费，结果唔是啦，伊是讲我已经下班了，你可走啊？对，我要收到啊。哎，要收到啊嘛吼。你若像古早农村社会的时阵，有个人讲食三十六行菜较早，因为迄个人可能要选举，啊，伊流水时伊拢爱坐踮遐，伊拢看下菜出三轮啦。人可以当做三轮，有诶中昼有闲嘛，有诶暗时有闲嘛。啊，我着从中昼开始一直办到暗时啊，超十点嘛。啊，有诶要到暗时啊十点，我阁未煞，还是真卡卡。阮读册时阵就爱打听啦，哪里有流水席啊？啊，同学都招招诶，都做伙去啊。啊，不用问说你是谁啊，啊，就是去食都会使啊。诶，流水席诶定义都来，就拢未使甲你管，未使管，伊拢。你讲什么也不招财哦，那个是随便吃的哦。所以你讲就讲食鸡、鱼啦、鳖啦、虾、蟹啦，啊，主要有啥有冷盘啦。我印象真深的是迄丸仔啦，以外个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鱼翅羹。你南部鱼翅羹足奇怪，拢第二出。哦，第一出是冷盘。还有个什么龙虾那个冷盘的、啊。我跟你讲，那是买记，我那当时做囡仔时阵。那是跟天皇在吃的，是最近期才有龙虾。我那吃可能安尼啦吼，你有看到龙虾头，但是没有看到龙虾肉啦。啊，那个龙虾头可能用可能白果盖啊。哦，你个动作是一个吼，罗马条，或者动作你个动作是装饰品啦。没错。哦，你唔人个动作是要给你吃的。啊，但是台湾人的可爱就是讲，当你遐十二项菜吃了，伊会进前一个月出一项菜，一样菜是要给你。打包，伊惊讲你拢顾讲话，像我安尼顾讲话拢无通食。是，哦，大家拢食饱，啊，宴席也要刷，伊惊有人食无饱。对，伊怎会当互你打包？有诶是用炸鸡腿，大块鸡，大块迄个鸡腿排，啊，煎煎诶，佮用一个卤，用一粒迄个红卵啦。是、哦。啊，有诶可能着用一个米糕啦。哦。互你会当食会饱诶啦。所以每一个主人家对伊咧。点这板豆菜，咧板好你这菜，看出来他的心思是。我感觉是安尼，尤其咱咧食饭嘛，是有当时啊会点菜嘛。是。
啊，咱若点菜的，因为咱私人宴会，咱做主人的时候，咱就想讲，哎，今仔日的人的组合是啥物种人，啊，适合食啥物饭，其实咱来去想。对。啊，我感觉这就是讲人际关系往来一种叫什么？叫贴心呐、啊。嗯。哦，像勇哥咧讲讲有影咧，迄鳗鱼咧咧煮咧，迄确实有影美味咧。是。你头家底会记的，这就是迄个主人办这个桌，达到他的目的。没错。啊，勇哥，我唔知玉秀啦，哈、哦，年轻人啦。我们那时候很傻的人哦，加板德哈，你什么先加？你知道吗？因为平时很少喝汽水，你知道吗？嗯、可乐这种东西、哦，小孩子最喜欢喝可乐汽水、嗯，哦，好甜哦，一喝饱了。所以囡仔就是汽水零零为什么剩啊？剩到不会吃完了就算了，就不用吃了。所以囡仔拢吃完了。哎、欸，我相信个足侪人的成长哦，真正拢拎汽水的呢。啊，这种这当然有，这个菜一直在演变嘛，比如讲日本。天皇太祖的时候，伊来台北有食一出迄个十三道菜，是上半场六道，啊，中一个过场，啊，后下半场佫一个六道菜，是那个后来的变作是板豆菜的这个主流啦。即、哦、咱老的咱的酒家菜较来讲、嗯，是啊，酒家菜咱嘛知影讲，啊，即先讲会破梗咧吼，啊，无咱老的老的迄东西较来讲、嗯，啊，一般就是讲有冷盘嘛，有烧汤嘛，对、嗯，哦，啊，我捌看过一个。切安尼写，讲台湾人的古锥就是讲，因为板豆菜菜你盘起来了后，大家人的距离拢变远，对，因为一圆桌啊嘛，对，啊，什么人要先呢？一定迄、那个坐伫主位，迄有个主位啦，吼，主位迄个人爱先的嘛，啊，但是偏偏人你讲一只鸡肉，伊有伊爱食的鸡肉，啊，伊还佫袂当歹势，伊歹势讲家己先的，就伊拢招呼大家来的，但是伊佫惊讲迄个向的去，哦，爱变安怎？用滚啊，你变安怎？啊，都大家赢啊！啊，对对对对，就那种你真迄个地咧，我大家大家，你真的唔通硬硬去。啊，这种笑亏有当时啊，就是嘛。这老师教我教的，我无做安尼。啊，就是讲，哎嘛哎嘛是对咧。我想讲，哎奇怪，啊你若讲遮爱食这项物件，啊你若迄场你个你是一个真重要的人，啊你不过爱表现得很大方哦，像招呼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一点啊，可能诶，可能真的啊，你当然要先下手回墙啊，对。啊，有的人是较坦白，因太太是隔壁，因太太讲我这块先硬起来，阮老的爱食这个，啊先甲你硬起来吼，大家歹势安尼，迄嘛是一种啦。啊，是啦。啊，勇哥你也算对一种。我刚刚讲有老婆这一招比较好看，较老实。不然的话这样子，亲自动手啊，这样。这样有一点有失我的身份了啊。啊，无就甲厨师讲，这块先甲留起来吼，放遐，啊，我卡定食个一半，你甲放来好啊。啊，你好像又不大好。是啊，所以延伸出来很多这种民俗啊，甲这个人际关系的有趣的互动。没错，我感觉这种就是我有经历一寡吼，和大家参考讲，和引起你的回忆啦，哦、有一寡菜啦。听看麦。有拼盘嘛，冷盘嘛，那五行、六行、七行、八行拢有嘛，冷盘。哦，冷盘应该有啥物？有乌鱼子啦，有海蜇皮啦，嗯，对，螺肉啦，有。啊，佮有啥物？我讲三行啊，你嘛爱赞助一个。那个空肉卤，那个什么空肉里面有笋丝，那叫什么？那个我也。空包笋丝嘛，还小菜哦，冷盘哦。还有那个螃蟹油饭。一个是牛肉片嘛。那是主菜，你咧讲那是主菜。我是讲冷盘呐、啊，牛肉片，牛肉片有啦，对不对？对，龙虾我都看到是龙虾的、啊，冷盘就龙虾、啊。哦，这样也他吃的比较好，老师他吃的比较好。那不，跟咱不像同款，那拢食较无啊好。阿哥好，阿哥有人做啥？做鱼翅根呐、啊。哦，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可是我跟你讲吼，提起分几啊种，有散翅跟排翅。是是是。三次的一支一支跟头毛的，对对对，啊你要好一支鱼翅，你得找几包好无啥有，但是人真正有鱼翅里啊，迄嘛叫做鱼翅根。是是是，一般来讲哦，你若讲，迄嘛会当看出来一个人的财力啦吼。用咧虽然是很残忍，但是有影又鲜艳，但是伊用出来鱼翅是较稀稀疏疏的。他袂讲啊，我食迄个鱼翅，我食到即嘛，我拢唔知鱼翅是咧食啥物气味的。其实现在很多环保的人说不能吃鱼翅，因为。捕杀的过程非常残忍对，所以这个也是环保人士说现在比较，所以现在有替代性的味道很像的是鱼翅根是另外一种东西做出来。啊，个有凉拌的迄个龙虾嘛，吼，啊个有虾仁干贝啦，
哦，你若有干贝出来，这这都算袂歹啊。嗯嗯。啊，佮有啥物，就啊鸡汤啦。是，几只。啊，即马较流行过一种啦，叫做迄、那个，因为叫活跳墙啦。哦，活跳墙。活跳墙的学问，唔是讲学问啦，的花样就很多。对。哦，你活跳墙也可以放啥物，放鱼翅，会当放鲍鱼，会当放干贝，你当将所有好的食材拢啊放伫迄顶内底。嗯。我捌食过较贵的活跳墙，一瓮啦吼。嗯，算红的嘛吼，伊是用炖的迄嘛，咱讲美金好啦，收400块美金嘛。哦，万二诶，12000一宗诶。啊，我是外国食诶。哦。啊，是广东人做诶。哇，那真的应该很好吃。啊，但是那一锅呢，阮迄道12个会当食三碗。哦，一个人靠三碗。一个人靠三碗靠五，所以讲伊分量是够。啊。啊，我嘛开了眼界啊，较早伫台湾食内底拢笋丝嘛。嗯。其他迄笋丝。下面都一堆那个。肉啊，什么那些损失啊，对对对。啊，搁有一挂，就是有当地食材来运用的啦。啊，五柳鸡，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五柳鸡？五柳鸡是啥物呢？五柳鸡就是鱼啊，来浸浸浸的来勾芡，啊，用个甜甜酸酸啊呢。哦。这南部菜。哦。南部菜啦，啊，浸蚵啊是一种啦。浸蚵啊，对。浸蚵啊，迄嘛拢应该有入菜啦。嗯。啊，红肉啦，哦，白菜肉啦。是。啊，当你看到。洗完那汤拿出来，完了，哦，就是完了，没有了，嗯，就是讲要解散了啦，大概吼，哦，该吃该吃，啊，该包的爱开始包啊，哦，大概都要，爱准时吼，无甜点啦，哦，对，我一开始咧吃时是无人去上甜点的，对，甜点是尾啊，较佫发展出来，嗯，一定是做糕饼的讲，也无恁来吃，大家用一个甜点出来。啊，所以讲起来，讲板豆的菜吼，每一个所在拢无同。对。啊，就是讲板豆的人通常是唔惊人吃。对。啊，菜的好歹，我感觉是拢看主办的人的诚意。嗯。伊要板豆，我感觉伊就是有诚意。对。好，所以对我来讲，我若食到板豆，我拢会足开心的呀。是。啊，我真正无啥会去计较，讲今仔有食到啥物，无食到啥物，迄是其次。是，那个氛围，那个人，勇哥在讲啊，大家一当做位较要紧啊，啊，你要来上好个啊，是，哦，大家太好咧，啊，即卖佫演变佮讲好，我出来就佫用佮有火啦，有啥物货啦，迄种有加料啦，啊，重要是爱有电煮火车啦，啊，对，我这台湾人，我感觉起来哇，真有创意，是，有法度把这个两项物件佮连结做伙吼，哦，我感觉是真特色啦，对，特色只有台湾才会这样子。啊，你若像你宜兰，一定有食迄个鸭肠嘛，有食鸭肠嘛，嗯、一定入菜嘛。嗯、啊，你若伫海口食，一定有红金米糕嘛，嗯、一定是安尼嘛吼。嗯、啊，你若伫较内地较无海产的，伊就是食鸡鸭啦，用遐来做啦。就是讲，我这个蒸头有啥物，咱就食啥物啦。对。啊，像你食鳗，我感觉是高级的哦。嗯。阮海边啊。妈祖迄个所在，海鱼翅一定有嘛？无，鱼翅较无。鲍鱼一定有嘛？这款物件我无一定有，哦、因为阮遐算讲有啥物鱼，有啥物肉是当地迄个有我都掠到。阮无都像台湾遮济物件，我都供应啦。总共一句来讲，板豆的主人的心意，咱咧食饭的时候，咱拢会当感受到啦。不管唔是干那互你食，而且佫会互你包菜买转去。这嘛是代表讲咱这个主人家的这个好意，嘛是咱台湾人的一种板豆的诚意啦。啊，所以对板豆这个文化来讲，会当看出来咱台湾人是确实有影是真善良、真好客，啊，厝边兜会足和谐。其实板豆这个物件是真要紧啦。所以讲，不管这个社会安那进步、安那来发展，其实咱希望这个好的风俗板豆。啊，甲这个板豆菜，哦，永远会来伫咱这个社会的存在。咱应该感恩这个社会，予咱遮济的快乐。啊，希望有一天咱三个会当做伙来食一道啊板豆的菜啦。是。好，咱这一集吼，讲这个菜，讲到我讲要流嘴暖。是。咱希望后一集，咱继续观众朋友来观赏咱台湾艺术电视台说书台湾，咱要来讲酒家菜。谢谢各位。即板豆啊，讲到真啊，有咩题材足侪安尼，讲到菜都印象都开始。刚刚这个印象里头哈，对，就有印象。散菜。